要装嫩的。算呀，算，可以。请问你第一次来阿里山有什么感想？饱，吃很饱。有，也吃很饱。我来两次了，我一样是吃很饱。你有饱。哇，那怎么办？我为什么回答你？你要跟我说饱。寿正宫三都走马路了，对不对？马路下楼梯，再走斜坡再走。象鼻木，象鼻木，以前我记得有点印象，看不出来的。那个角度啊，那个角度，是啊，这边。所以这边这一条是公车在走的。公车没有走下来。哦。那个是举办欢迎哦，然后这一条我印象以前有走过，上面就是那个樱花网，那我们刚才应该是走柏油路过来会比较好走，只要上斜坡上楼梯哦，对对对，我们等下接触也是，所以我们等下是下坡下去 OK。你要很帅。你要载咱坐五分车呢，小火车呢。哎。回去就有腹肌了。不需要，好不好？你车的声音。我车的声音呢？你看平路就不行了，你带那个楼梯上去很快，但是我说去看那个香山，对啊，车来，哇，雾也来了，哇，漂亮哦，啊啊，有没有听到那田蜘蛛山，有没有乌鸦在叫，啊！我甲小红看，啊，这等下还要慢。来一次，一次吗？啊，没有啦，这边不好表演。你想到这乌鸦配音配的不错吗？介绍村咯，我嘛无去过啊。啊，去就去头啊。啊对啊。去头我没有，我两个之前也去过。我没跟你去过。对啊。哎，怪村我没去过啊。我只摆个神农庙，行行落北边行。啊，这去年啊，介绍。哟，老人，哎呦，年纪就弱，行公路较好行。拢无，恁拢无行，我家己，行到看到台地了，我又再加倍奋。加时间就过来，我唔加啦，我听。啊，公车里啊，伊人有够，看后尾会开啊。咱八个人差不多同我开啊，对吧？无铁锤就会开一下好啊。然后我就开到这。啊？
有啊，对，来，我们八位的戴起来哦，要戴口罩。好，戴口罩，八位的。嗯，黑熊勇士号，请上车。八位的，你们自己坐哈。那我要跟子平坐吗？不要，大家坐单人就好。我们两个要坐一起吗？这是受正光的公车，回去路口。游客中心，来，哎、欸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，当然行动车。冲第一的哈，这习惯就好了。蜜友在等你的啦，来群，好，我喜欢吃饭的，走，来，来，哎。我们再往上面爬500公尺就到餐厅了。你很理我哈嘞。餐厅在头前呢，哎，太多啊，人家老老边呢。再往上爬500公尺就到了，马上翻脸。什么500公尺？这样哪有500？有啊。呀呀呀！来带你去，好来。车姐姐报到回收户啊！车姐姐报到回天收户。是啊、哦。有啊。看家乡不服气。对，先出来啦。应该叫子平假装是在那个在参加婚礼的，就可以开进去了。阿里山什么？邮局。邮局啊、哦。哦，厉害。那个、啊，子平呢、啊？来，子平，过来，我们来点。点完你不是来过啊？对啊，我来过。我建议你们六大两小，你吃这个好不好？你先看看做参考，没关系。好。你可以这个，我给你2000块就好。它包括一条鳟鱼，一个石头火锅店的招牌菜都有。然后因为我们六个大人，两个小朋友，你给他做小份的，2000给你。他 O 不 OK？ 他其他的。来，麻烦看一下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我觉得可以了。这样有没有意见？没有啊，六个菜，有6个菜，一个火锅，一个甜点，一个水果，然后重点里面有一个鳟鱼，安尼，啊，咱做四份来就好啊，2000块，米饭跟汤都全包在里面。你们是一家人。好。哦。好了，就这样就好了。好 ，OK 哦，好。感谢你。好，不会，谢谢。创下自不考啊，在考后。来，小红，我们再比一下来。我们的是很可爱的，来，可爱的，对，你看不要，没有没有没有，好甜的，好不好？训的，训的，还要跟我比吗？爸爸可以跟你比，爸爸是秃头，你看有几个扣头可以从小时候被教到50几岁，这没什么好骄傲的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四方组啊，哎，那个，你去摸一下，是四方组，真的，我也花。不要忘记拍菜单了哈。山猪肉，姐姐姐姐，山猪肉，山猪肉，口袋拿起来，来来来，姐姐吃好山。他正好这样，好这边有点老化。对对。鹌鹑。鹌鹑哦。哇，上面是椒吧？椒吧。鹌鹑是啥？鹌鹑哦。它没有鳃，我不敢吃小面。它没有，就是那个。
小只的意思啊，小鸡小鸡鸡啊。鹌鹑一人一只哈。山猪肉我们喜欢吃哈。要等整理好啊。然后那个鱼也可以哈，辣椒不需要。直接放上你的口袋，没有问题。好吃的就在我们这边了。好。我爱我炸那个，这是什么虾？炸杏鲍菇啊。这是我的筷子。什么卤？哪有？啊？鹌鹑是一种鸟啊，嘿，不是粉鸟。对，不是粉鸟，是另外一种。这是叫鹌鹑鸟。哈哈哈。叫啊，两个一种鸟啊。哎。你自己用筷子。快快吃！突然间觉得好像大家都很饿的感觉哈。有没有快快吃？有没有人不饿的？这是炸杏鲍菇呀。对，杏鲍菇。鱼呀，不，鱼放这里是吧？来，你要来点菜吗？要。那你要不要那个香菇很好吃的？今天太多，来，不客气。好吃的。可是你没有夹到这个。你想笑人呐？你话讲你想笑人？这也没电了。好点嘛，支持对吧？啊，这土又蛮好的。小黑是鱼哈、啊，真的有鱼水。对啊，不知是鱼水还是汗水。这是雨水，口水。来，妹妹来，妹妹。我们要访问第一次来阿里山的人了，好来，请问你第一次来阿里山有什么感想？饱啊，饱，不好玩，吃很饱，吃很饱，来，有没有吃很饱？请问第一次来阿里山的人有没有吃很饱？有，也吃很饱。好好好，我来两次了，我一样是吃很饱。那第一次来阿里山的人，你有没有吃很饱？有吃饱。有饱，有饱，好累啊、哦！好累哈、哦，有这样就好累了。来，酸了。啊、你来阿里山几拜啊？拜年的啊，一拜年，这是第二遍。第一遍，你应该没来过。不，阿里山我都没来过。啊，你有来过阿里山？没有啊，没有。我没上来哈，阿五甲就饱。不啊，那就饱。我为什么回答你？你要跟我说跑？哎呦啊，问每个人都有没有吃饱。嗯，真的吃得很饱。那一拜的话，拜拜过来。我想你来过咧。唔捌啦，唔捌。我咪惊啦，卡住先咧。唔捌来，即阿平即咪载我坐下来，一无我啦。咱后边同我来亲近啊。亲近啊。哎，亲近。亲近我去好几次啊。冇见啊，我你冇跟我去过啊。无啊，无咱也去武林农场。啊，去武林农场，伊内底拢平地，拢是马路安尼，平地去捌去过嘛。免爬坡嘛，免落去啊！刚去迄个啥樱花公园过中心，加20公尺落去，啊，码头啊，加加斜坡落去。我去年再过去成功诶！你无跟我去过啊？阮甲游览车去，甲成功了。你搁去诶？你小路是无较忝诶？我去小路有没有这么累？小路就哦，伊黑马步道啊。啊，步道都去两个，多靠石汤啊。哦，迄石汤你话了。哦，我嘛，就是讲爱见只讲，哦，你上楼去站起来。哎，石汤你做恐怖？不会吧？啊，我几栋啊？哈哈，我几栋？你咧行海边，我去门口度看。小有不耐见只，唔好啦，你那休困好，好休，我听你又休困。不敢笑，你讲安尼会使，我唔使啊。那么在听，他们现在在听，真醉。老师要开一台车就好。他开一台车啊，不行啊，这种山路上来。我当然知道。对啊，好呀。他们自己尝试。想好想想担心多啊。我猜是毛毛虫。